麻婆豆腐啊，不过它的肉是用培根肉替代的，简单的蔬菜汤加一点干贝在里面。哇，香菇炊饭加了港式辣味，开动。这个蛋感觉超入味的啦，酱油、糖、酒、蚝油、香油、辣味、香菇、油葱，哦，超好吃，这味道好丰富。是溏心蛋，今天有太阳，超美的。嗨，大家，我是妹。今天是我在奥斯陆的第三天，现在要去泡 floating sauna， 超期待的。今天的天空超蓝。真的很多看不懂的装置艺术，红灯耶，你各位推手推车的也是这样过奥斯陆歌剧院，然后我们要泡的桑温娜在那边，那里有一排小木屋，超好的。狗狗跟人一起在做日光浴，这歌剧院真的是很像飘在海面上的船。这一些在海岸边的小木屋就是桑拿。刚店员建议不要跳，因为现在在融雪，所以这个水有点脏。等一下要去的烤箱，然后当地人通常呢烤一烤之后会跳进去湖里面，让自己冷却下来之后再继续烤。但这个水这里面是烧这个木炭的，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，四三要下水了，超冷，这个水不知道几度，就还有那种浮冰飘在上面，啊，爽，哇。哇 ，so brave！ 我要再进去烤一下，不然太冷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换我要 try 了，紧张啊！你不要下去游，你就身体下去就好。太冰，你低。不行的。罗三。对，来试第二次。Round two。这个要一鼓作气的下去才不会冷。超赞！天哪，超赞！我整个身体是有点被东西挡住的感觉，就是冰镇住，所以我觉得去里面烤一下。天哪，加木炭，挪威人要炸 ！OK， 哇，耶！他们都在上面看，超冷的。Today is your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! This one is from Thailand, so pretty. 哇！这里是歌剧院，旁边是梦特美术馆，这个 view 太漂亮了吧！啊，都回不去了！我刚刚一跳下去，整个重力加速度。我没有想要我的头泡下去的，然后我一下去，那个海水直接从我鼻子冲上来，有一点咸咸的，我的头湿了。
发抖。哦，超级冰，整个都红掉了。烤箱，然后再泡进冰川里面，刺激的。他要从上面跳下去，大家都在录。好厉害！现在泡完了，通体舒畅。感谢你带我来体验这么道地的 sauna。每一个来奥斯陆的人真的要试试看，真的。然后要克服心里的恐惧，然后你会变得更强壮。要下水，真的要下水。这一些坐在这里晒太阳的人们，刚刚那个烤箱里面温度大概是60到65度之间，跳下去水里大概0到1度，这个温差就会让你的整个血液循环开始哦活络了起来，非常的舒服。现在搭地铁要去松湖，真的是天气好，大家都跑出来，还有人带雪板要来滑雪，超漂亮，一大片湖。然后湖上都结冰，所以人可以走上去。看到冰爪，做到这样子，然后后面这个地方是脚跟。穿冰爪，因为地板上都结冰了，超滑的。帮我穿冰爪，这样我很像乡巴佬。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，踩在冰上面爬山，这个阳光这样洒下来。蓝天枯枝配绿叶，地板上还有白雪，走上湖了。那里有一个瀑布，夏天的时候是瀑布，冬天的时候它里面结了一层冰。竟然在这里骑脚踏车，加油！现在要一直往上爬，这里就比较不像步道，爬这种小石头踩上去这样子。Yeah! 你小孩子都被带来爬山，我有一种离太阳越来越近的感觉，快要到顶了。我们已经爬了这么高，这里是最高点，很多人呢。我终于爬到山顶了。挪威在地的登山口粮。这个超好吃的，它是巧克力包饼干。那边有人在烤香肠。第一没有装好，是因为它旁边之后没有用到，把它冲穿一下。美景，那边的海有两种颜色，比较浅的应该是结冰了。带狗狗来爬山，刚在烤香肠的人留下的火堆，超级温暖，我的手已经冻到没有知觉了。现在来回温一下，他们刚刚用这个树枝把它削成这样尖尖的。插进香肠里，放在这里烤，有机会也要来试试看。在这里不想走，太温暖了。大家在不要贴，往下走。真的很恐怖，因为它坡度很斜，刚刚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就是爬那个斜坡有一点吃力了，然后现在就变成这种斜度要往下走，竟然背着小孩爬上来，超强。他们的行李超大一包，感觉是要来过夜的。最大个滑坡现在要挑战，用冰爪走路都会这样咔咔咔，现在很缓慢的在移动，每一步都很险峻。安全第一。好了，耶！你们是不是想看摔倒的画面呢？我不想看命案现场。
耍出体验，拜拜。那里有超大滑雪场，太阳都要下山了。现在要去吃饭。现在要来吃红嗓，这是一间蒙古烤肉，很漂亮。这里面有金鱼跟乌龟，大弥勒佛，它头上还有五星灯。这个是吃到饱，什么都可以自己拿。有虾子吃到饱，对，是蛋菜。哦，还有这个吃到饱，鸡肉、牛肉跟羊肉吃到饱，反正就全部都可以夹。还有调味料，他们会在里面炒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春卷，这是我的第一轮。中国的啊，台湾人。哇，看起来超好吃的蛋块。嗯，好鲜呐！我要展现我大胃王的实力了。限时用餐2小时，但是光排队就要排半小时，厨师超级忙碌的，历经了半个小时，终于第三回合。哇，这是我的第四回合，都是蛋菜加一根玉米笋。吃饱了，现在要回家，超饱的。我吃了四回合，现在要回家梳洗一下。今天晚上要搭夜车去哥本哈根。